大哥再靠近一下，哎呀好，热，三。这是测绘，我们成家了，俺那手都快喊得把坏蛋丢不起了。你滚开花，你跑这拦着都就丢不掉了。 再搞试试。那就是政府为了这个改善城区环境，做好这个行政村建设。由你们几名给老板同事摆一下。山人山的农夫，伢子也是这样。 他有他的名分。我觉得你是好人，能干你。那就是该这种事了，不管你是谁认识的人，还是啥人。 马上就要搬进这个宽敞整洁的楼房了，请问你现在心里想些什么？我不要，我弄不出来的，咋不搬了这是？